们七个人当中，但我不想怀疑任何一个人。你们天女之间最了解彼此，所以我希望在六点之前，你们把怀疑的人名写在纸上交给我。肯定不会是我们拿的。如果最后找不到拿走卡片的人，你们就会毕不了业。还有，这次所有课程取消，直到你们找出拿走卡片的人。听到了他们三个的位置，你们去办吧。不愧是托儿。是啊，都是太厉害了，我们永远服你。去去去，务必把他们三个给我找回来。要是你们回来我没见到他们，我就不会的。托儿，我们保证给你把他们抓回来。托儿，等我们的好消息吧。对，好，去办吧。是是。没想到都快要毕业了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不写下怀疑人的名字，我们就不能毕业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不相信有人会拿走炫闪天女卡。我也不相信啊。可是不能毕业的话，咦，好像跟我想做圣道公也没什么关系吧。哎，夏蜜你可真可爱。没有漂亮的衣服穿，可惜了。那个亚曼，如果做不了天女的话，你会怎么办呢？能怎么办呀，我们还是好姐妹，该吃吃该喝喝，醒来又是新的一天。可是修复不了圣武场，圣武族就会……所以你打算把名字写上去？不不不，我不会怀疑任何人，所以不会写的。可是……哎呀，我的春宝宝，你就是太犹豫了。不要多想了，这点你要学学小易，他现在一定很生气才对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，怎么老师都不相信我们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和我一起被选中的天女都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不过亚娜老师为什么不相信我们？他连自己的学生都不信。小易别这么说。冬雨，你们怀疑谁啊？没。对嘛，其他天女一定不会做这种事情。大不了不做天女了。开始吧，在纸上写下你们怀疑的人的名字。行，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们今天不写的话，就会被剥夺天女的身份。不写是吗？都不想做天女了吗？不做就不做，我相信我们其中没有一个人会拿，所以不会有人写的。你对自己有信心就算了，怎么能保证其他人没拿呢？没拿就是没拿，就算我们做不成天女，也要相信朋友。对，没错，很好。
恭喜大家通过了最后一关信任的考验。你们今天通过了考验，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啊。这五天来，你们亲密天女成功地克服了贪心，学会了知足，克服了惰心，学会了进取，克服了迷信，学会了踏实，明白了一步一个脚印打好基础是关键，克服了怒心，体会到了包容，知道了换位思考的重要。而且今天你们克服了疑心，明白了互相信任是一个团队的基础。你们已经学会的五纯心足以克服五慧心，准备带着满满的苏丽拉去修复圣武场吧。明天在餐厅你们将会获得新的卡片哦。耶耶耶，圣武族的一切就拜托了。朵蕊天女、丽塔天女、索拉天女、朵蒂天女、凯苏天女、瑞闪天女，还有拉奇天女，请圣女王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修复圣武场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加油。耶、明天就会有新豆腐喽。耶，是啊，明天我们也终于可以去修复圣武场了。对的，我们都是好样的。呼呼，对，回去我就要吃五层糕啊！我也要吃。我有点想念兰姐。我也想麦波的番茄鸡蛋卤面了。秋荣，来一首吧。来一首。我先走了、哎、好嘞，交给我吧。把这几天学到的东西运用到舞蹈中。我会把各位老师教的所有东西都牢牢地记在心里的。
还有，我们会用五纯星打败五荤星，绝对不会辜负各位老师的期望。嗯，也不会辜负圣女王和圣石姐姐们的期望。还有安蜜莉和兰姐。嗯，拯救圣武族，净化混乱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嗯，把圣武场的圣武法重新点燃。你们要加油哦，在演唱璀璨战舞曲的时候要集中精神，努力努力再努力，获得最完美的胜利。没问题，我们会在跳舞的时候加倍小心，多多练习，争取演唱中零失误。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会迎上去，把困难解决。相信我们七个人只要团结在一起，就有无穷的舞法。今天算是你们正式毕业了，庆祝毕业的炫彩天女卡已经发出，好好使用，祝你们取得胜利哦。太好了。 Get cards。再见。